看看新闻网。虽然说章子怡在影坛是享尽名誉，走出了她的国际范儿，但是在爱情的国度里呢，她依然还是一个十足的小女人。哎呀，说话就这么甜啊！说到这段的时候，就连汪峰前往温哥华演唱啊，她也是夫唱妇随，一同前往。虽说这个国际章呢一直很努力保密啊，但是有图有真相，这回还真被我们抓住了。来看一下。又是黑帽黑衣黑眼镜，这牢牢牵着手的两人可不就是章子怡和汪峰吗？虽说演出单位并未邀请章子怡出席，但人家这背后的小女人可是主动索票也要赶来看亲爱的唱歌，只不过要求合照就免了吧，人家可是要低调，不想让别人知道呢。不过二位呀，你们想保密行踪就换一身行头吧，到哪儿都是一身黑的装束，想认不出你们都难呢。接下来到日本就换种颜色穿穿吧，红色吉利，新年好抢头条啊。